火如荼进行中，成员们也在台湾时间九日飞抵 LA， 为两天后的演唱会做准备。嗨，我哥，嗨，我哥，加油！娜，到了，加油 ！I love you。大家注意到了吗？彩英突然和 Mina 相视而笑，原因正是。在机场也可以看到定妍跟 Momo 黏 TT 的模样，让人不得不赞叹九妞感情真的好。而说到感情好，那就不得不提乌力小队长终于要出 solo 啦。拥有绝佳唱跳实力的智孝，这首 cover 表演歌曲在 YouTube 点阅可是有突破1100万的好成绩，不少 fans 敲碗许久，希望能看到他的 solo。而官方八日终于宣布，智孝在八月将继那年之后成为 Twice 第二位个人出道的成员，成员们也纷纷在 Instagram 限动发文恭喜 ，fans 们想必超期待了吧？而在小队长 solo 之前，别忘了樱花小分队 Misamo 7月26号将以首张日语迷你专辑正式出道，看来下半年会是个 Twice 年呢。